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暴力对决啊。观战方是珍宝阁对面是生日快乐，宝哥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大头神木林的女儿国标，开了一把鹰阵，对面走的是一个女儿武装九黎加神木的212，风阵也是大克观战方鹰阵10%。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比赛谁能拿下，因为最近宝哥也是一直在练这个国标阵容，也在慢慢的寻求克制九黎城的一个方式啊，因为实在没办法，你说大家都玩九黎城，对吧？那只有这一套阵容啊，就是九黎，你看这九黎212、九黎四保一的啊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克制方式啊。现在呢，说句实话，国标也属于版本强势的一套阵容。看看能不能拿国标想想办法啊，就是可能正规赛啊，我感觉这几天看下来又有新的问题了啊，就之前觉得他们找着克制九黎城的方式啊，后边又觉得好像不是太稳啊，不是太稳，可能在正规赛上国标上场的概率还是不高，但是啊，可以在剑会去练习找一找打九黎的方式啊，只能这么来了。怎么去配合宝宝啊？怎么去选择点杀目标啊？你说跟他打消耗，你肯定打不过他呀！啊，怎么去加点？很多兄弟说，哎，大头一个耐加点是不是？有说法的，那也是一种方式吧啊！主要是看效果啊，主要是看效果。对面俩输出啊，在有大克之下也是非常的高。你说跟对面打消耗，你凭什么打不了的？他双风系，两个输出，亲宝宝能力又强，啊，你跟他打消耗，你肯定打不赢的啊！一把漫天，里面推吧，噬魔神符，继续压着大唐来。嗯，只要因为你大唐很难去跟他抢速度，所以说，他只要压着你大唐，你这还不好点呢啊！压倒你大唐以后，你没有点杀能力，对面再清你宝，啊，他倒是啥也不耽误。既要压人又要亲宝宝，战敌看看地平怎么说，天地打上重新补了一个，一防万一，上大惊，关照万象，这波就是寻求第二个实体点。够不够？差一点点啊。哎呦，不够用啊！没关系啊，还有神木林，群秒一个，刚好把观战方女儿村带走了。这样就有两个实体点了，女儿村的愤怒也被清一清，对面压力就更小，就是增加你化神四的一个负担。再换一个地厅。是不是还要再杀个神木林什么的？
哎，这样的话其实对面就疏于对于关大鹏宝宝的一个清理了啊，就你反正一直压着人嘛，对吧，你也就没时间来清关大鹏宝宝啊，就是人物的压力会大一些，但宝宝的压力被解除了。这一套下来，疯狂卡药，哎，到这么打也行，反正打着打着关大鹏这边的一个药品消耗量正在急速的下降，又清了一个宝宝，女儿喝个酒有耶稣，先来个金青回回血，抗抗风，岁月强控不让你活这口血，你对金青是有什么误解吗？没有误解，还是把化身丝给套进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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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噬魔神狐。多一多，那节奏还是在对面啊，还是在对面，这关照玩笑再压女儿村，163，刚才那一波是没有触发女儿村的163啊，直接把女儿村给秒死了，现在才开始触发，宝宝没跟，又找神木林的麻烦了，没打起神木，但是打起女儿村好像也可以啊，如果能把女哎没有，这打了两下，第三下没有出来，找个地钉，对面神木林是被控的，起个风，岁月强控女儿，白给一把岁月，化生死趁机活出了一口血，关照玩笑超高速地跳，继续打伤，打起三个，这边还是没有缓过来，大唐这个上线还是没机会来活，对面给关大鹏造的尸体太多了，就化身色稍微有点忙啊，稍微有点忙，再控对面武装，扔个无魂，化身色又活了一口女儿村，这边暂时没有问题了，
下一步就大桃和神木林。宝哥这边被压的好难受，哈哈。哎呦，神木林差一点点。秦三爷带走，哎，青石一个163顶住，嗯，好像没问题，没倒地。哎，还是倒，那就还是两个尸体啊，还是两个尸体，又有灵源了。对面是魔神虎，留不留点呀？月下。女儿宝宝没招出来，武装先招宝宝。活血活爆，又是活的一万，连续的活血活爆。魔神四法下回合四个技能，任务魂啊，四个技能就给他任务魂。小死亡点神木林，关掉光，大同恢复起来第一件事啊，那就是我先点你一个。你压我不如我压你啊，也没必要过分执着于这么一个九黎城，能点死谁先点死谁啊，点死了再说。五打四他总归是好打的啊，没必要眼里只盯着一个九黎城嘛。先把神木林带走啊，这样关的话压力还能小点儿。一只神木林搁那一直秒秒秒，你说点个九黎也不容易啊，不好点，那还不如先点。拿神木林先做开刀，防了一把逆境。看一下关的皇地府有没有动啊，这个很关键。清掉一个，神用一个，关南荒地府没有动，关南荒地府是直接延长的，关南荒女儿村是耍了个心眼儿啊，舍不得自己的三点零元啊，可能在对面的眼里，关南荒是一定会打针延长的啊，所以对面女儿呢，可能不打针了啊，我知道你要打针呢，我何必给你地府打针？但没想到人家女儿就是摁下了一把相思寒针。导致的关南荒并没有延出去啊，这一波斗心眼的话还是生日快乐那边技高一筹啊，技高一筹，舍不得那三点零元。这样神木也就拉起来了，关东风缓解了一下，但没缓解的太多。但是最起码现在的主动权是回到了关照方的手里啊，不是被对面刚才那么长时间啊，十分钟的时间一直被对面压着欺负啊，自己好歹现在有一定的主动权了。笑里藏刀一把无魂扔给地府，天地继续打仗，还是一方万一。诅咒之伤，你看关照方，哎，我也不盯着你的那个九黎城，我回头搞你的武装官啊。大唐的血线不够了，地府也中无魂了，哦呦，舍巨剑了，但是地府这把无魂就很伤啊，
好在是把武装怪给拿下了啊，拿下武装以后呢，哎，反正也难受啊，这主要你舍的是一把巨剑，小爽还没挂出来，强行说有点好处的话，只能说是给对面化身四啊增添了一些恢复上的负担。继续压住九黎，控上化身色还是不让你搞恢复，对面水清强保一把，6300鹈鹕，火血点，强控化身色就是为了再点一次武装啊！但对面也聪明的啊，水清给你走一走，这样的话武装没倒地啊，武装没倒地呢，九黎就会活得很安心。自杀了，好像活的也不是太安心啊，他自己不太安心啊，自杀了。起个纸，现在对面压不住了啊，压不住关张皇的点上，只能是立纸儿吧，多扛，再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压住大唐。现在对面压不住大唐的，这压不住人物的时候，可以拿宝宝去做一些文章。哎，遇事不决控地府啊，以防万一。三战神宝典。地厅又一个，还是得压人啊！一般一出地厅，对面应该是对关张皇的人物有想法了。伤害不一定够啊，这900，刚刚好啊，刚刚好，把高速高连也处理了，对面现在也恢复过来了，
再招宝宝，哎，压不住人的时候就清一清关长方的宝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。九黎神木清宝宝本来效率就高，对面又补了一个谛听，嗯，很淘气啊。人杰化身色，岁月强控地府，还是遇事不决控地府。不管三七二十一啊，先把地府控了再说。八尾鱼和天地，你看啊，这一波控地府是不是很来劲儿啊？嗯，给关东皇扔了一波大锁。区败给哎呦差一点点，没跟，哎，女儿有163的，你怎么能不跟啊？回了口800，金青再来月下空神木，笑里给化身，回头再笑女儿，女儿把愤怒已经放掉了啊，放轻轻了，可能手里还有那么一点点吧。小狂这波再点对面武装横扫千军，关张皇并没有补宝宝，直接杀你武装，不爆，血不多了，十一法的威力啊，对面神木再补一个谛听，3600。法莲送走，哎呀，对面九黎现在没天地呀，武装倒地了啊，九黎身上还没天地，这个就很麻烦了啊！这一剑长一智啊，这回关张皇老老实实把针打出去，老老实实把针打，别想那么多，唧唧歪歪放一把逆境。关张玩笑。继续压女儿，大卷还是不太够，神灵一秒，对面九黎倒地，这样关张皇可以上地顶。哎呦，最后一下还扯了一把山猫。关张皇现在可以上地顶，你没有九黎城了啊，少了一个最大的威胁。地顶出手概率呢会高很多的。七星咒保地府。无痕，看看丹经，渡劫金身破甲术，
把个宝宝给扫掉。哎，倒是其实你这么一想，好像也不是太亏啊，其实也不是太亏。现在关东风这边优势很大了。点了风系，对面瞬间就其实没了主心骨了。你风系一倒地，尤其武装一倒地啊，那九黎尘为什么是九黎尘不厉害啊？不是说大家没有办法去克制九黎，明白吧？是九黎旁边还有三大护法啊，一般上九黎的肯定三个门派一定有，就女儿武装化身四门。深月旁边的三大护法把九黎保护得很舒服，但是一旦三大护法出了问题，那自然而然九黎也就好针对了。主要三大护法还是抗性高，我跟你说啊，还是抗性太高。打针，罗汉盖起，关张红神灵也没有宝宝了，女儿村剩下一个了，地丁换。对面要逆境，哎呦喂，尴尬了，尴尬尴尬，刚好解除这个封印，小死亡。那这波下来，对面直接要被干崩了啊！逆境失败其实也很伤的啊，逆境这玩意儿也是个双刃剑。逆境成功了咱不用说，那肯定也是啊蛮舒服的。逆境失败了以后相当于是全体两回合没动啊，对吧？卡到五龙丹的这些肯定动不了了，下个回合。然后呢，这个回合呢，所有的人又为这把逆境去做准备了，卡五龙的，换宝宝的，对吧？啊，下个回合呢，如果假如你逆境失败了，这些五龙丹你卡在身上你又动不了啊，就相当于两回合啥也没干，然后还浪费了一些药啊，还浪费了个宝宝。嗯，所以逆境失败的成本也很高。宝哥慢速地听他又厉害，得啊，已经没得打了。感谢大家收看啊！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，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。还是被关正红这边撕开了口子，强行的把生快乐给送回家了。
拜拜。